那边呢？应该明天下午工作。哦。哦，马队长，哎呀，亮哥来了，来坐坐。亮哥，哪来了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是真不接呀？那我就过来了呗。那行，咱们这边聊。亮哥，这么冷的天咋来的？看我那个四轮子来的。四轮子？操！哥，你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，有啥事儿你就直说。我能有啥事儿？这不最近行，哥，我呢一会儿还有个会，有啥事儿呢就跟我一会儿谈，我先忙去了。啥意思？你看我。我这上你这儿来一趟，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呢，就鸟走。小王，上财务求1000块钱。1000？求5000。啊不，就当我今天没来过。亮哥，啥意思？5000块钱够你月工资了吧？涛啊，你以为我今天来不要钱的？操！那你找我还能有啥事儿啊？最近哥几个没啥事儿，想在一块叙叙旧。我给你打电话打3天，你一个没接。有那个必要吗？我现在什么段位？你感觉我跟你们坐一块吃饭合适吗？好，就从你今天说的话，咱哥们之间。什么是兄弟？什么是你？